没买，你最好不要骗我。我想不到他真的开头奖。出来吃了味，但是伊的运气你袂使甲伊比，因为伊的买表逐摆是开正哩。亲像我做工是拖到强白死，一世人是赚无迄落几针钱。咱人平常时也无做歹代志，但是买表逐摆是开跳哩。拜六礼拜会不会开？那无袂使也袂歹。拜六礼拜会不会开？有的人啊，讲买买表定着爱酒哩，害死我一对哩是酒驾几十年。顶礼拜我脚床上家己来提起，腰酸破病开头表，对对是我的哩。有的人啊，讲买买表作风爱杀气，一对哩啊上得好是爬来甲爬去，加加捏死爬来加伊爬，好意思，但是死的到尾拢是咱家己。拜六礼拜会不会开？那不袂使也袂歹。拜六礼拜会不会开？那不袂使也袂歹。拜六礼拜会不会开？那不袂使也袂歹。看什么？奇怪，为什么钞票上的总统不会笑呢？为什么一定要笑？我们赚钱那么辛苦，笑一个给我们爽也好嘛，是不是？有什么好笑的？钱又不是他的。如果你的脸被折来折去，塞进皮夹子里，你会笑得出来吗？老子是总统的话，不一样的钞票就有不一样的笑容，代表不一样的价值。怎么说呢？50块就笑一点点，100块就笑到见牙不见眼，1000块就笑到眼睛睁大嘴巴张开，10000块就……什么意思啊？妈的，你欠打！10000块，老子上哪找零钱给你？所以中马票，我们都给人家小张的，这样才容易找钱。说的道理。嗯，那上个礼拜的马票账。梅艳芳的红字十大白二小。赵航进走，赢了赔一半。好，懂了。小声点。没关系了，新加坡人就是这样。梅艳芳一生病死，你看，新加坡人就对马票死。我就是想不通啊，要赚别人的钱，还要别人排队日晒雨淋。到底会不会做生意啊？只要给老子一张执照，一张就够了。你不用想了，包赚的生意不会有你的份了。他们每天在算钞票都已经忙不过来了，还会给你执照？什么执照？地址执照你要吗？他们可以发到100张，你拿去做好了。你去死了，不要无聊了。如果真的给你一张执照，你会怎么做？厉害喽！我一出招，政府的马票一定死。我用传销的方式，一个介绍一个，一个拉一个，有拉有介绍，全都有佣金，政府怎么跟我斗啊？我还有一招更厉害的，加油站锅巴马票投注站。台湾有槟榔骑士对吧？对呀、啊，我们就找几个马票公主，穿低胸衫，脸蛋漂亮，身材正点，人家开车过来，我们就把马票送到他面前，天热呢就送他矿泉水喝。总的来说，跟我买马票不用下车，不用日晒雨淋，有矿泉水喝，还有美女看，这才叫服务嘛，对吧？哥，你的点子那么多，怎么不放在肉骨茶上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来吃我们肉骨茶的不是阿伯就是阿婶，全是老人。要创业得有市场嘛，没市场就撞墙了，还创业？不要抽烟了。别没大没小的，去卖你的肉骨茶。哼！喂，理查德，梅艳芳的红字你要买吗？中了赔一半。买政府的？买不进了。跟我买5大5小，不然不要，2大2小就好了。没钱了，可以了。哎呀，我要赶去工作了。黄又叫你去买马票？
不要学他了，他已经赌到六亲不认了。祝好运。好的。米斯德利，早。臭，吃东西不懂的味道，说我厉害就好，不要假厉害。我的计划书给他看，他连看都不看就丢在一边。哎，要不是我要养老婆孩子，我早就开除他了。哎，你呢？我只想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改进的话，你不如把我的部门关掉。真倒霉，我今天跟刘德华一样犯小人。你是犯小人，我是没有贵人。哎，听说你被开除了。你也被开除了，吉利事啊！哎，你几点被开除啊？干什么？我要买马票。哇，你真的是赌马赌得发疯了！哎，我都跟你说了，过年的时候去打小人，你不听，现在被小人打了。喂，我跟你说，其实走呢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嗯，口袋有钱最本事。对。OK， 走了。嗯，哎，大家保重啊！哎，保重。保重啊！哎，对对对对，梅艳芳那对字有没有买啊？红字呢？说不定这次啊，她是我们的贵人呢。哎，快快快，我也要买。梅艳芳那对字，你再给我写十大百二小，不然不要了，五大六十小就好了。啊，不收了啊？不敢接触下注。哎，喂，我还有别的字要买呢，别的字要买啊？我要买这对，我等一会儿打给你。00000，这种字哪里会中啊？哎，我跟你说啊，所有的号码机会都是一样的。那天我在 ECP 被抓。我心里有多么痛恨那个交通警察呀！可是后来呢，我化悲愤为力量，我把那个罚单上的号码8888拿去买啊！你猜这种号码会开吗？结果啊，开了三奖，我中了30000块。想不到，那个交通警察竟然是我的财神爷啊！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哎呀，财神到！神爷总是静悄悄来到我们身边，都不知道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寻找，故意去找还真的找不到。财神老爷他说到就到，让你突然发财还吓你一跳。所以说连交通警察都可以变财神爷，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叫倒霉的？中了30000元马票以后，我的领悟开始不一样了。原来贵人和财神爷经常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我们周围，想要帮助我们。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躲在哪里，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寻找。00000，十大，百二小。快啊！00000，十大十小，十大十小。快！我的财运，这是我的字。不要害我的字沉船。哇，以前没有的吗？先借我2000块，我要赶去八蛋岛。老头，你欠着我6000，还要问我借2000？放心啦，过几天我就会有60000的公积金，6000元，小意思啦。像你这样每次去八蛋岛玩，60000多，3个月就花光了。吃到这么老了还不跪下？那，你看那个老婆啊，2年前她也是拿了20多万公积金，去八蛋岛养别人老婆孩子，现在呢，什么都没了。人老了，身边最好是有点钱。哎，老子吃盐比你吃米多，敢教训我啊？老子放屁比你喘气多。你看，为什么你有嘴巴讲别人，没有嘴巴讲自己呀？以前爸爸在的时候，我们的肉骨茶生意还不错，现在呢，都是因为你一直赌，一直赌。你说够了没有？那你赌够了没有？老子讲一句你顶一句，别以为在鸡窝面前我不敢打你啊！没大没小，长大了，哎，现在怎么样？老子赌球是我的事，好了，钱是我的，好了，你讲一句顶一句啊！哎呀，好了，我那2000块呢？蛋黄要吗？我
魂灵蛋白一块给你，2000。什么蛋黄？呸！哎呀，不要疯了，连自己的妹妹都要气成这样。每次都这样，老子每次赌球，他都这样跟我作对。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阿顺呢？哎，阿顺，过来喝酒喝酒。来来来来，听说你很厉害啊，拿石头丢交警的摄像机。哎，有没有被拍到啊？我还摆了一个成龙的姿势给他拍啊。没事的，我有贵人呢。说到贵人，老逼说贵人和财神爷经常用不同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周围啊，只要你们会看就会发财啊。哎，你们会看吗？理查德，我跟你说，你不要跟着一起疯啊。你看啊，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财神爷在那里，以为呢坐在里面的人才是他们的财神爷。其实啊，在那里排队买马票的人才是那坐在里面的人的财神爷。哎哎，说的有道理啊。黄，我跟你说，中马票的机会是1/1000，多数是被吃掉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还那么沉迷呢？有买有希望，没买没希望啊。喂喂喂，中马票的机会不是1/1000，是50:50。怎么会50:50呢？中或者不中，怎么不是50:50呢？他说这种无聊的话真的很聪明。哎，不是我厉害，不是我聪明，是天公保佑我。哎，走走走，拜天公调整一下。这里，你们跑到哪儿去了？来来来，我一直在找你们。我们自己来，在后面拜天公。放下就走，看了我都烦。别再骂了。这本书，借你看。百科全书，今天周六，老子赌球买马票，你给老子百科全书，你是不是老子全输了？快走！我给你两个巴掌！哎，他不是故意的了，不是故意，是刻意啊！每次都这样。快快走！走了走了，要是你的字会开，你也不用做和尚了。哎，你要买啊？红纸啊，随便了，反正这个礼拜也没有字买。四个字，美美的头奖 ，OK， 准准的啊。哎哎哎，你每次都这样给这种假和尚骗，难怪警察抓不完。哎呀，2块而已嘛，你干嘛那么心痛啊？2块买政府，1块大1块小，中5000呢。我喜欢你能怎么样？喂喂喂，来了啊，出招了，来了啊，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出四个字了。2块买四个字，值得。要准啊，一定要准。哎，你猜得出他出什么字吗？3个字实在是难猜呀，叫他不要浪费时间了。妈椅子，哎，要怎么猜呀？妈屁股了，妈椅子。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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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椅子，屁股，妈椅子。不不不，屁股，屁股，屁股就是3791，3791，3791，3791，漂亮的，快快下注啊！下什么注？等警察吧。身份证，身份证啊，身份证。和尚那里有身份证。被抓了，哼，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还帮别人，切！喂喂喂喂，十大摆二小，写写写写写呀！排队去买政府，老子不喜欢收。给你赚你不要赚，开了你不要后悔啊！哎，走了走了走了。哎，黄啊，不然你给我写五大五小就可以了。刚才你没听到我说什么？这堆字老子我就是不喜欢收。对，你这次最聪明了。如果你每个星期都这样的话，你肯定就发达了啊。喂，收工了，哈，我马上来接你啊。不要动，我只是在帮忙而已，你什么都不知道。爸，我的电脑快不行了。啊，来来来。爸，这是 Windows 95，你可以换新的 XP 给我吗？是啊，爸。
这个慢到可以睡着。这个月爸爸没有多余的钱。你有多余的钱也是拿去买马票。我每星期只买很少的而已。那些很少的钱呢，统统加起来就很大哦。你每个礼拜买三次，三年都没中过一次。那些买马票的钱早就可以买一台新的电脑给女儿了，还有剩余啊，将来可以买冰箱啊。哎，疯了疯了，你们的邻居啊真的很幸运，哎，中马票20000多啊。你看你看，新买的冰箱，最好最先进的。哎，来阿伯阿勾，来来来，跟阿姨拿4个字，中了买什么给你们都行啊。喂，马票嫂啊，我孩子的运气怎么可以随便给你啊。哎呦，开玩笑的啦，你要买马票吗？我帮你买了。哎呀，不要不要，我最讨厌了。哦，随便了。我跟你们说，再给爸爸一点时间，爸爸一定会有钱的啊。爸，5832。嘿嘿嘿，你看你看，连孩子都在跟你讲马票，你说惨不惨呢？你连数学题都不会做，还要学人出字啊。我要爸爸中马票给我们买电脑。不用等了，不会中的。榴莲三份。哎，我的朋友介绍的那两个女人啊，找你那个区的房子找了很久啊。我是不介意的，我现在真的很需要钱。500块不错了，自己再贴700块，1200块的分期付款还可以应付得了。嗯，是啊。哎，喂，那两个女人是不是妓女啊？哎，是不是啊？嗨，新加坡人就是有这种坏习惯，看到这个女人说是妓女，看到那个女人也是妓女，好像所有女人都是妓女。哎，人家是补习老师啊。补习在床上补啊？喂，有没有学生准证啊？问问问清楚一点，不要害我啊！非法拘留是很严重的。喂，你介绍的那两个女孩子拿什么准证啊？哦，应该没有问题。哎，人家是永久居民。永久居民就好，500块钱可以了。哎，你没有买过马票？你没有想过要发财？要发财不一定要买马票。我在想啊，我们替人家打工打了那么多年，浪费了这么多青春，就是没有自己的事业。哎，其实我们三个人呢一起搞生意也是可以发财的。这不是一样的？做生意跟买马票是一样的吗？一样你个头啊。做生意是做生意，买马票是买马票，马票是包吃的。什么包吃？我还包开呢，包中你要不要？哎，有包中的字啊？包肉粽不是包中喽？你每一期都买00000到99999，你每一期都中23个字。废话，谁不知道？还有2个字是包开的。什么？榴莲呢？这里的榴莲是包开包吃还包换呢，马票只有包吃，还包你不开。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你没听人老人说过吗？人无横财不发，所以有钱不赌，对不起父母啊。有财不发，对不起妈妈。有字没买，开了发火呀。赌光输光，为国争光啊。多多1000万，不买没希望啊。小赌怡情，大赌归于零。小赌小赢，大赌大赢啊。小赌大赢，祖宗显灵啊。大赌小赢，千万别停，头奖马上降临呢、啊、发了。嘿，老子没钱了，你们厉害，说不过你们，吃榴莲了。来来来，谁不希望这一辈子飞黄腾达？谁不希望这一辈子富贵荣华？可是有多少人可以白手起家？难怪大家相信人无横财不发。2600不会开，那不别塞阿伯派。哪有这么容易中？这么容易中，和尚不会自己中，给你中，和尚中字那么容易？切！972最爱频道，接下来由本音为您报告头二三奖，中奖号码第三奖，3792。耶！就差那么一个字啊！爽啊！没买没开没输钱，实在爽啊！马克这么容易中，新加坡没人干活了。第二奖号码开出来的是3791。接下来头奖号码是
五小头奖二奖，狂了，15000啊！哎，有些人财神爷送钱送到面前，他也不要。哎，人厉害就好，不要假厉害。喂，他妈的，老子每次买马票你都拿输，百科全输，老子我现在真的是全输啊！黄了黄了，你要不是妹妹，我早就打你了。哎呀，你不要再说了，看什么看？呸！黄啊，我们没有买，不要怪别人嘛。这里是担保人签名，请问谁是担保人？喂，知道什么是贷款吗？借钱喽？不是啦，贷款是一个没有钱的人找一个也是没有钱的人来担保那个没钱的人借了钱能还钱的交易，这叫贷款，知道吗？可以骗就骗，厉害就好，不要假厉害。哎，阿华，这些英文字这么小又密密麻麻的，好像一大堆蚂蚁，讲什么你知道吗？银行就是这样吗？英文故意写的小小的，看到你不耐烦，看到你看不下去就随便签了，就掉入陷阱了。其实你们不用担心，全世界都是签一样的合约，我们的合约是很公平的。公平？对你们银行公平而已是吗？对大家都公平，只要担保人和贷款人在这里签字就可以拿钱了。哎，签了签了，以前买房买车也是这样的。 SAF 哎，什么是 SAF 啊？啊，我知道，是新加坡军队。厉害就好，不要假厉害。 SAF 是签了就忘，英文这么烂还缺人当经理。没事的，你们放心好了。放心，现在没事当然放心了，等以后有事上了法庭才发现到这条这么不合理，这条这么没人性，这条那么禽兽不如，那时候就太迟了，还放心。哎呀，原来跟银行借钱这么危险啊。阿顺啊，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借了。理查德，不要听他乱讲，只有那种借了钱不要还钱的人才会觉得银行是离谱的。其实呢，有很多做大生意的人都是靠银行帮忙的。没事的，签了签了，想想好再签嘛。你不要炫耀，你要不是中了梅艳芳的红字，你也要借的。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哇，还有玩具熊送啊。小姐啊，可以给我5只吗？喂，你抢银行啊！谢谢你们。阿boy，你神经病啊！明知道他有哮喘，不可以玩这种毛茸茸的东西啊！送的送的。喂，老公啊，我今天去庙里帮你求了一支签。签上怎么说？说你今年不适合做生意，会失败啊。我刚刚向银行借钱，要跟阿黄阿顺一起合作卖芒果冰啊。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阿顺说这个芒果冰的生意是包赚的，所以我就自己做决定了。哪里有生意是包赚的？跟银行借钱，我听说啊，没有钱还的时候，家里全部的东西包括房子都会被银行充公的，到时候你让我们睡哪里啊？你只跟我说我生意会失败，我今年有横财，为什么你没跟我说？那你就希望这支签是准的啊？一定准的。哎呦，那我的生意会失败的。那就希望这支签是不准的喽。哎呦，那就说我会中马票。好了，好的就准，不好的就不准，你满意了吧？满意。你屁股痒啊，没事跑去跟银行借钱。喂，于伟达，是我不好，对不起，是我不对，你 不要走好不好？你放开我！你都没问过我，就把房子租给那两个女人，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背景，就让他们搬进来住啊！你听我说好不好？我需要一些租金来还我们公寓的贷款，又刚好可以帮的朋友，你听我说好不好？我不想听。于伟达。
哇，你这辆车耗油很重，引擎声也很大。女孩子不可以冲的。你约达，走了走了走了。女孩子静一下。约达，进去吧进去吧。女朋友跑回家，要猜什么字来买马票？说不定啊，她跑你中啊。安静了，说什么？不要讲马票了。哎，我跟你们说。我希望大家以后多把时间放在芒果冰的生意上。以前你们怎样赌马票不关我的事，现在是大家的事了，了解吗？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吧？可以了，可以了。OK， 说吧。今天呢，是我们第一个董事局会议。喂喂喂喂，董事局的会议嘞？行行行，来 ，OK。店面已经找到了，现在我们开始装修。装修啊，我有很多门路，我有很多兄弟做装修的，这个我搞定。这个是冰块制造机、丰杯机，还有冰箱估价单。哎，桌子椅子，我有便宜的门路啊。这样不就好了喽？那不是很容易简单吗？这不是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祝我们旗开得胜，发！因为烟来做朋友，因为烟粉丝不能够强求。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还有什么事情说不通，因为烟才会霸到你，因为烟粉我们才在一起。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 你的一句话饮白走到底。不管过去遇到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中金该雄雄干干干干一杯，可以吗？可以了。但是我们的设计还有颜色。哎、呀，不要管它什么设计了，掉了这个风水好，生意会好，会很旺。不要小看它，八卦宝剑呢。因为烟才会怕丢你啊，坏掉了。因为烟魂我们才在一起。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你的一句话，饮白走到底。不管过去遇到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中金该雄雄干干干干干干干一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武士准备启动了，武士。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哎，让你们久等了啊！哎，来来来，目标锁定，马上行动。来来，准备准备了，来来来，开始了啊！警察，请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警察来了，快跑！警察，快跑！什么事？快跑！快停下来！警察，快！发现不可疑人物，请派支援。哥，他们为什么打架？哎呀，你不要管人家，人家警察在抓地痞移民。他们在砸我的店呢！小心啊，有煤气啊！小心啊，快点出来啊！报告状况，现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了，一个疑犯因破坏公物被逮捕，另外逮捕的两名男子及两名女子疑似非法拘留者。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我已经警告过你，关于那两个女孩子，你就是不相信我。顺顺，我的话你就是不听，你就是要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你真是太笨了，这就是你的下场。他们是非法移民，我们玩完了。
顺，新加坡籍男子，破坏公物和窝藏两名非法拘留的女子，罪名成立，被判入狱，刑期即日起服刑。啊，理查德，怎么回事啊？啊？这倒闭了。你看，你看，写到这儿，警察为什么不来抓呢？抓什么？高利贷敢做就不怕被抓？照我说啊，该抓那个借钱的人。为什么？借钱的人不借高利贷，高利贷就会倒闭吗？也是有道理啊。你看，你看，做人没钱没关系，不要欠人家钱。嗯。哎，要买马票吗？我不买。十二只。不要。走了，走了。哎呦。欠银行的钱不会这样的。到了，到了，在前面。啊，那，来这边，这边，走，人蛮多的嘛，过来，来这边。你买这么大的干嘛？我想用大的拜才会中大奖啊。你干脆拿整棵香蕉树来拜了。你买什么鸡啊？肯德基啊。为什么？这不是鸡啊。干嘛不杀两只鸡来拜？你不要乱讲话。哎，连辣椒也一起拜。为什么？没辣椒发财也怎么吃啊？对吧？是吗？不是吗？哇，你还带美珍香来啊。喂喂喂！啊，我们是拜华人神，不是日本神。你还带寿司，你是来拜神还是拜嘴巴？没有呀，我的孩子喜欢吃，我想拜完了可以给孩子吃。真有意思，吃吃吃。黄啊啊，怎么拜啊？你跟发财爷讲你的名字，你跟他求马票，求了再丢杯，问一问可以不可以？哦。来，过来。啊。那我跟你说，神明如果要送钱给你，是不可能从天上丢下来给你的，一定利用树、石头、山来给你中马票。哦。很多人就是来这边拜，马票中到叫救命啊！有一句马票的成语听过吗？什么成语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神不在出名，中马票则灵。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拜神不要装，态度要诚恳。啊！发财爷，保佑保佑！弟子叫理查德，平时工作很勤劳，但是就是遇不到贵人。现在弟子丢了工作，又欠人家很多钱，想跟发财爷拿一点钱来用。发财爷，一点钱来用？你当发财爷是提款机啊？不然要怎么讲？跟他说保佑你中马票，成事后才来答谢。啊，发财爷，请保佑弟子中马票，清掉所有的债务，弟子一定会来答谢的。保佑，保佑，保佑，保佑。哎，阿黄，这个是什么？圣杯啊。好啊，这样我就是包中头奖。包中马票，包中有很多因素的。什么其他因素啊？我要知道就不用买肉骨茶了。那么说我是没有包中头奖？发财爷，发财爷，我欠别人很多钱，发财爷保佑。阿黄啊，阿黄啊，求求你！你疯了！神在这里，你拜我，你要拜神呐、啊！哎 ，sorry sorry， 小的不懂事，请原谅他。sorry sorry sorry sorry， 没尊敬。sorry sorry，、啊、你跟发财爷道歉，用英语他也听得懂啊。你静静了。哎呀，
你们两个赌鬼也知道这个地方啊？啊，鸡王啊，带你的女佣来这里拜神，想中了马票结婚呢、啊？对不起，这是我的爱人，不是我女佣。她第一次来新加坡，所以带她来这里，看她会不会给我带来好运呢、啊？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不要踩她啊！哎，你去那个地方帮我求字啊，在那里啊。老头儿，你很没良心，老牛吃嫩草，可以当你孙女了。哈、啊，什么没良心呐、啊？老子的钱拿去救济他的家人啊，又给他爱，还会没良心吗？没良心，老子吃盐比你吃米多，不要乱讲话哦。好了好了好了，没剩几年了，去吃你的盐了啊。哎，啊，吃盐吃盐吃盐。哎，什么号码？72772。哦，7272，很漂亮啊。7272，哎，怎么了？我刚才求的字也是7272，这么巧，这次好了。黄啊，25000，你有把握？哎呀，放心了，跟银行借呢，我是没把握，跟马票王借，他多少会给我一点面子。哎，那对7272，你不会买10大100小，敢不敢赌？开就好了。我要有钱就不跟高利贷借了，买10大10小就好了。每次买马票都这么怕死。人。你穿美色亭后面，今天怎么走前面？最近警察很多，自己要小心一点。这里25000，我跟老大讲是你要的，所以3个月不算利息，够朋友了吧？放心了，是我朋友要，不是我要。哎，是啊是啊，是我要的。不管是阿猪要的还是阿狗要的，这笔账我是算你的。知道了知道了。还有啊，你的马票钱还欠我15000。总共是4万，3个月之内你要是没还清，新加坡是跟着规矩走的。你辛苦好过我辛苦了，收好收好，别弄掉了。啊，阿华，我还要借。哎，你的朋友可真行啊，刚拿了25000，还要再借啊？哎，我是要借1毛。哎，每次都这样，小便没带钱。你拿25000给他找了。好。哎，黄啊，你帮我数对不对？我知道了，那个要赶快出手啊。快快出，快快出！好的，有多少出多少。快快出，快快出！哈哈哈，曼联你也吃啊，傻瓜！这匹马一定赢。嗯，好的，好的，好的。快快出！嗯，好。啊，等一下，好了，给你5匹马，快快买。这笔账我跟你算过了，哪里有错啊？啊，哎，我跟你讲了，总共1280，你查查看了。啊，快快出！喂。老子钱从来都没有过。老师，老师，老师，干什么？干什么？干嘛抓我们啊？别动！放手！我们没办法了。老师，放手啊！放手！这有错吗？快！放手！快走！李查德！啊！李查德！是什么事啊？警察来接你了！快走！啊！蹲下！干嘛？为了钱借我朋友不可以啊？你别骗我了，我们盯你们很久了。蹲下！帮帮忙，我朋友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蹲下，蹲下，商量一下啦。蹲下！他妈的！快，蹲下！蹲下！蹲下！是我的事，不关他的事啊！你别说了，别说了，起来，起来。什么事啊？哎，走吧，看我妹妹也不可以啊。走了。我真的是给你气死了。我只听说借高利贷还高利贷，哪里有人借高利贷还银行啊？黄说他有把握吗？而且我的裁退金就要拿了。你这是吃屎啊！我都吃了，你还想我怎么样？蹲下，蹲下。站起来，进去。
黄哎，哎，你看，喂，拍戏啊，这么巧？你也别管这件，什么事啊？还有什么事？打警察收马票，坐30个月了。哎，厉害！为什么会这样？哎，这不是那个死和尚吗？什么意思啊？说我死和尚？嘿，你这种一定是骗钱被抓。不可以这么说，我只是随便摆几个姿势让他们高兴啊，他甘愿给我钱嘛，这有什么错？厉害厉害，在这里真的很浪费时间。你也是啊，马票王替你付20000罚款，你不要？不是我不要，这20000可以给理查德抵他的债。他一个人在外面不懂，挨得了吗？我怎么知道？请不要动。你的脚。先生，这个给你。哦，谢谢。别客气，再见。哼，又来了，你看。哎，又来了啊。哎，叫监狱官了啊。别。你别忘了他在八叉出的字开头而讲了。哎，这次我也要买啊。真的吗？不可以吗？什么字啊？七二七二，下注3期，每期100，周三周六周日，输赢大家分。黄啊，你在这里了还这样好赌啊？你还记得那个疯和尚吗？碰巧我们关在一起，昨天又发疯出字，出什么字你知道吗？7272，我们跟发财爷讨的，一定要买的。上次我没有买，因为我被抓，所以他没有开。我跟你讲，不要说300，我现在连30都没有啊。我知道你在外面很辛苦，可是这次是天公要保佑我们来清债。你还记得上次屁股痒3791没买，结果开了头二奖，买10大牌2小，中40万，问题就解决了。连阿顺都说要买，他从来不买马票的。他第一次开口说要买，一定开的。想办法，等开了没买就要撞墙了。理查德，好吧，我去找钱。不过最多可以买3期，1期100，3期300，我们3个人分。喂，你关在这边了，我去找谁买啊？买政府了。好，帅。上一次3期9又没有买，头奖给跑了。这次我的感觉告诉我，一定会开的。不可以，这300块钱是要给阿波去看哮喘病专科的，还有我妈妈的病医药费我也要出一点的。我不要求你中什么马票，我只要过简单的生活。可是我已经答应阿黄我要买了，如果我没买开了头奖，我怎么向他交代啊？医药费可以再想办法吗？你给我。不可以，你根本就不是男人。我讨厌你的那些猪朋狗友，只会破坏我们的家庭。爸，我不要电脑了，把钱还妈妈好吗？你给我安静。啊，买不进啊。这么巧啊！哎呀，这对字不买不可以啊，没买不可以啊！哎，好，再见再见。咖啡嫂，好久没见你了。哎，是你呀！啊，你现在好吗？好啊。哎，我问你啊，你知道哪里可以买私人马票吗？嘘，要死啊！讲那么大声，我就是收私人的。啊，你在收马票啊？不然你叫我做什么？本来我是要给人家包的，但是每个人都嫌我如狼似虎。不然你包我？你吃错药了。来来来来来。哎呀，没办法，便宜很多。快点讲。哇，电子记事簿啊。人老没关系啦，最重要的是要进步。快点写什么？你跟我写7272，10大摆2小，周三周六周日3天。七二七二。哦，好的。哎，你是不是跟马票王一起的？
谁是马票王？我不认识他。那你们是不是一组的？阿嫂啊，今天几点了？3:05。谢谢。哎，你要把推车推回家啊？不推回家太笨了。哎，现在哪里是3:05啊？也没有啦，这是我们12支的暗号，连警探都不知道。这里是 Yes933最新频道，我是灵芝，马上为您报道铜二三奖中奖号码。第三奖3:05，3:05，第二奖4876，4876，头奖7272。啊，这次好了，这次好了！哎呀，惨了惨了。那孩子呢？不知道啊。哎，老婆，刚才我跟你拿了300块钱去买马票，中了头奖啊！你看，7272开头奖啊！真的？真的，中了很多钱呢、啊！老婆，为什么多数都是那么小张的？咖啡嫂说，中私人马票就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别人投注的钱，扣掉咖啡嫂5%的佣金，我们还有38万。啊，这是阿顺的，这是阿黄的，这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可以分到126,666.66啊！那这3万就是 Aboy 的医药费，6万呢是 Aboy 和 Ago 的教育费。到大学吗？哦，那学费就要12万了。12万啊！那阿 boy 不用看医生了，家里不用装修了，不用换新家具了。哎呀，还有我银行的钱和高利贷的钱不用还了。嗯，这样就不够了。哎呀，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你以前说过，只要过简单的生活就好了嘛。简单生活也要花钱的。我以前说的时候，你还没有中马票啊。可是马票是我们3个人合买的，中了奖要跟他们平分的。要是我吃了他们的钱，就是不仁不义，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我问你。叫你去做生意的，是谁带你去银行借钱的？出了问题，谁帮你？还有，他们叫你去买马票，你出钱，他们出嘴巴，中了大家一起分呐，有这样的道理吗？太好了，40万，40万！我跟你讲的没错吧？那个疯子和尚太准了。我没有买。不要开玩笑，理查德。我知道，我跟你讲，你一定不相信，但是我真的没有买。那一天我回家拿不到钱，因为我的孩子生病，我的岳母也生病，所以没有钱买。我真的没有买，我该死。激动一点。我该死，我真的该死。再激动一点。我该死，我该死，我真的该死。哭，流眼泪。我不会哭啊。脖子上的血管好像统统要爆出来这样，
这样才会逼真吗？像你刚才这样的演法，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看得出你在讲谎话。再来。我没有买，我真的没有买。激动一点。我没有买，我真的没有买。再激动一点。我没有买，我真的没有买。我没有买，我真的没有买。我没有买，我真的没有买。放下。我没有买，我真的没有买。没有买，你别想跟老子耍赖啊！我知道，我跟你讲，你一定不相信的。我该死，我该死，我真的该死！你不要当老子是三岁小孩啊！我跟你讲，你不要骗老子，你给我小心点，你给我小心点！阿黄，阿黄，黄啊！老婆啊，坦白说，我们会不会有报应啊？那我问你，我们有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啊。有没有伤天害理？也没有啊。我们是用谁的钱来买马票？用我们自己的钱。那七二七二这对字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对。那就对了，哪里来的报应啊？哎呀，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什么要求，每天待在家里任劳任怨。现在我们有钱了，有钱了，孩子的教育费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问题。所以呢，我跟你说，喂，老公啊，老公，哇，啊，原来被钞票压到快要窒息的感觉真是爽的，吓死我呀，吓死我了，你真喂，老婆，我们发财了，我们真的发财了，发财了！我跟你说，明天我要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单靠利息，我不用工作就可以养你们了。不可以，嘘，钱不可以存进银行，警察会怀疑的。可是我们这些钱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问题是这些钱是私人彩票的，是犯法的。你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些钱是干净的？不行啊，如果贼进来把这个箱子拿走，那那个贼偷了钱还会笑我们笨，把钱收得好好的给他们拿。哎，不可以！万一阿包也把饼干桶拿去学校做手工用，那不是完了？哎呦，不行！万一抽水的时候整包钱掉进马桶里面，阿狗以为是垃圾，把它丢掉，那不就完蛋了吗？不行不行！万一你妈过来以为是新鲜的菜，放下去跟猪肉和蒜头一起炒，那就完了。安全，对，人家一动我们就知道了。你看，有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连走起路来都有风啊，太爽了！口袋里有钱，脸上就有自信。住了这么久的破房子，是时候住一下好的房子了。别忘了，还有阿 boy 和阿 girl， 也是时候给他们享受一下了。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只是试试而已，试试而已。现在我算是有钱人了，可是这些钱是不能乱花的，乱花人家就会知道我中马票，所以我用开的士来掩饰。的士。哎，
是你呀、啊、是你呀、啊、喂，怎么这么久都没有来找我啊？有没有想我啊？我连两块钱的小费都没办法给你，想你有用吗？不要讲到我就那么现实嘛。喂，借我200块、啊、我朋友的支票过两天才拿钱，我手头很紧啊。我现在没有钱。哎呀，那个死高利贷说我每天不给他200块他就会毁了我的容，帮我的忙了。要是我有钱我一定会帮你的。现在要是谁肯帮我付3万块，我就会跟他一年做牛做马。怎么了？这样看着人家，你再看呐、啊，我就要收钱呐、啊。那3万块。男人有了钱，就会找一些课外活动，而有责任的男人，有了课外活动，也不会忘记主修科目的。来呀！去。爸，我们是来吃东西还是来偷东西啊？为什么鬼鬼祟祟的？请问几位要吃些什么？啊。给我们这种鲍鱼，每人一粒。嗯。这鱼翅每人一碗、啊、还有佛跳墙、龙虾、甜品，我们要燕窝、啊、好，燕窝头奖。什么样的？这回一定要相信我，是吧？中头奖啊，就是、啊、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们还没有、啊、这一定会。什么人？不知道。要是给那些三姑六婆看到我们在那些高级餐馆吃饭啊，一定会到处跟人家乱说我们中马票了。中马票是件好事，为什么怕人家知道啊？小孩子懂什么？你让人家知道你中马票，人家会来向你借钱的，甚至绑票。更何况我们没有中马票啊。对呀、啊、谁说我们中马票了？嗯，记得啊，不要到处跟人家乱说话啊。嗯，哦。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时事新闻，今天下午在红帽桥的一座祖屋发生了一起和私吞马票彩金有关的灭门谋杀案。据说凶手杀害了全家大小，还留下一张字条说明，故意让独吞彩金的人孤独痛苦地活着。杀害全家大小啊！被杀害的孩子为8岁和10岁，孤独痛苦地活着。孩子的母亲48岁。世界上有这么残忍的人、啊？案发现场惨不忍睹。爸爸，有吃钱的人，当然有杀人的人了。根据警方调查的结果显示，凶手是从前门撬锁而入的、哎。警方初步有了推断，现在。新传媒新闻电台938，警方今早在红帽桥发现四具尸体。死者是因为私吞朋友的马票彩金。喂，理查德，什么事啊？说。喂，你知道吗？那个全家被杀的，就是每次跟我们一起在咖啡店喝茶的大肥猪。不要看他笨笨的，听说他吃别人的马票钱，10万，你知道吗？真是。喂，理查德，你知道那个大肥猪吗？吃人的钱，被人家砍死了。哎，红灯了。私吞奖金灭门惨案，哇，马票钱被吃了，把人家全家给杀了，连两个小孩子都不放过，哇，这个人真是太狠心了。爸，又不是你吞人家的钱，为什么那么担心啊？这不叫担心，这叫关心社会。爸，你吃过钱吗？喂，啊，不要乱说话，钱是什么味道？嘘，去冲凉，冲完凉来吃面，刚刚好，快去。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花钱要很小心啊，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甚至让人家怀疑我们中马票。嗯，对呀、啊，你自己在外面也要特别小心哦。嗯。妈，这个礼拜的零用钱还没给我。嗯。嗯。嗯，等一下。15块而已啊。以前就是给你太多了，15块刚刚好。嗯，15块。古龙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把钱压在床褥下面肯定是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喂，来来来来来来，干嘛干嘛，就是就是啊，没有了，我要给你们好运。
喂，怎么用奔驰来接我们呢？干嘛做戏呀？钱收起来了。真的，他真的没有买。不要骗老子啊！别当我们是傻瓜。真的，他真的没有钱买，谁知道会这么准呢？会开头奖。我现在真的很惨，不然你们去我家看。值钱的东西全给银行搬走了。你戏演得不错啊。我没骗你，我身上连30块钱都没有，你们自己看，自己看嘛。他们还有一点良心，睡床没有搬走，你们自己看，要看什么自己看嘛。过会儿要拿下楼半叔伯的金银纸，你怎么可以乱丢啊？每次都这样，弄得这么乱。金银纸，拿来拿来。是啊是啊，拿去拜，保平安。这冥纸就像真的一样。走了走了。这冥纸怎么这么乱呢？应该是家里那两个小孩子拿出来玩，弄得这么乱的。是。有些人死要钱，有些人就为钱死。那些不会死的，就要烧冥纸给死人，因为他需要死人来保佑活人。干嘛？这么安静啊？烧金银纸啊。好像有这50块。没有了没有了，现在的冥纸好像真的钞票一样啊。是啊，很会发明。黄啊，不用怕。老大，被抓就被抓，还要逞强学人打警察，为什么坐牢出来不敢打电话给我啊？没有啊，我才出来不到1个钟头。我们的网络很大，你跑到哪里我们都能找得到你。你总共欠我们4万，扣掉罚款2万，还欠我们2万啊。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下个礼拜你要是没有还的话，不是我来了，是别人来，你自己保重。嗯。妈，我妈怎么样了？她患上了肝癌，要尽快切除，防止扩散。那赶快动手术啊。可是动手术要花很多钱呢。钱不是问题。谁说钱不是问题啊？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钱呢？我是说，钱一定有办法找的吗？看到你弟弟的眼神吗？钱不可以拿出来。但是我妈，你要我怎么样？我是要提醒你，我们家也有3条人命。你听我说，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冷静一点。你想，万一钱花了救不到你妈，却让黄知道我们中了马票，他一定会对付我们的。这些钱全是废纸，都不能用，丢掉算了。你不要乱来，这些钱是可以放的。你不要乱来，给我，你听我个，你听到了没有？给我，哎呦，你不要乱来，你，哎呀。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你们进来很久了。你烦不烦啊？连倒垃圾都要跟我吵，你自己拿去扔啊，拿去扔。女人就是这样。什么事啊？
我梦见阿黄和阿顺突然来我们家，想杀我们全家，想杀我们全家。你干嘛啊？压力呀、啊？你的精神可以集中一点吗？你每次来匆匆去匆匆，真的把我当鸡呀、啊？我还要开的士的。哎，裤子给我。那。我弟弟欠高利贷钱，再借我一万吧。你以为我在印钞票啊？一万块，开什么玩笑啊？要不家里的电视机、冰箱和沙发都旧了，你再买新的给我吧。你要的我已经给你了啊。一万块你不肯给，买电视机、冰箱、沙发你也不肯。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印钞票的。可是你好像是中马票。嗯。谁跟你说我中马票的？那你给我的三万块是哪里来的？你管我？一个人中了马票是很容易露出马脚的。什么马脚？哎呀，衣服穿反了。啊？怎么了？慌了？慌什么？谁说我慌了？啊？我。不管你怎么吹口哨，还是一样的慌的。你太爱管闲事了，胡猜瞎猜呀、啊！喂，钱包你不要啦？啊？哟，拿钱包也像中马票，连走路也像中马票。你不要乱讲话啊！撞门都像啊！喂。黄啊，去报警啊，高利贷被抓，事情不就解决了？你别当新加坡的高利贷是笨蛋呢。那你要怎么样？马票王给我们一条路走，我觉得可以考虑。哪一条路啊？绑票喽。最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私人马票超过20万的人名字全在里面。他们这样没道义啊。在新加坡绑票是很危险的，第一没有地方躲，第二警察很有效的，第三绑票在新加坡是死刑。哼，这些我们都知道，马票王介绍我们这条路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叫我们不要贪，每个人最多拿一万，新加坡人都很怕死的，中20万拿一万来买条人命，他们应该会算。他们买的马票是私人的，是犯法的，他们是不敢报警的。如果我们不帮黄的话，不要说他，连他的家人都会被砍。还有你不要忘记啊，黄还不是为了你才欠的高利贷。没有其他路走了吗？如果你买了7272这堆字，还需走这条路吗？好，要做就做，一次把问题解决，一切就没问题了。我们先绑谁？不要紧张，抓谁我们已经决定了，他什么时候小便、洗脸、大便我们全部都知道，到时候通知你，手机记得开着啊。不要说没有电池啊。肯定的。起来呀、啊、起来呀、啊、快叫阿伯呀、啊、阿哥起来。什么事啊？这次事情闹大了，我猜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吃掉了他们的马票钱，刚才他还用绑票来试探我。阿黄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啊，我怕他对付我们全家呀。我看呐，还是把所有的钱还给他们，我们一分钱都不要，只要我们一家大小平安就好了。来，把钱拿出来、快点帮忙啊，拉拉拉拉。
怎么剩了这么少的钱啊？我只是拿一点点去买马票而已啊。喂，你有没有拿？我是有拿一点上游轮玩。哈，你上游轮去赌博啊？哎呀，你知道我今年有财运吗？而且我还赢过几次呢。所以你想把整艘船都赢回来你才甘愿？那后来呢？输了。那你还去啊？我想碰运气吗？碰你的死人头啊！碰到熟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马票了。很多阿嫂也是上船去赌啊，又不见得他们是中马票才去的。船上到处都是熟人，而且都是熟人带熟人去的，你怕什么？你不要整天只讲我，你还不是拿着这些钱去赌你的马票啊？我只是一点点的有限度的去买啊，一点一点有限度，一个周日周六就已经这么多了，你有中过吗？你吃屎了！我还中安慰奖呢。你吃马屎，吃狗屎，吃猪屎！你还说呀？我赌马票也不会输那么多，一定是你上船输掉的。上船有赢有输，谁说的？上船输的比较多，你还说呢？你还说？你买这么多，推呀！你！哎呀，你还说？你不要推了，不要吵了，电话来了。喂，喂，几点了？要抓人了，你不快过来？我现在家里有事啊。那个肉票要出现了，你还等什么？不要耍我！我的孩子哮喘病发作，我走不开，真的。是不是那个？确定。我们先动手了，快点过来，不要再拖了。哎呀，什么事啊？他们要过来了，他们先引开我，然后过来杀你们三个，像上次大肥猪吃掉人家的马票钱一样，最后全家给人家杀死啊！皇是你的好朋友，会这样残忍吗？钱财的问题很难讲的。喂，肉票已经抓到了，现在带他去我们的地方，快点过来，还有事情要谈。好，我事情办完后一定过来。你最好快点过来。好的好的。再确定我是不是在家里，以为我不知道啊？我看他们真的要下手了，快点收拾东西。快点。我们不是想伤害你，只要一点钱来周转，你应该知道打电话跟谁拿。你们要多少？10000。你的平头中马票40万，拿10000不过分吧？所以你们现在就是绑票了。我们不是绑票。10000。嗯。喂，喂，是我。我现在走投无路了，需要20000。我弟弟。是谁啊？打错电话的。我们是要10000，不是20000呢、啊。10000是你们的，10000是我早就要跟他要的。他中了40万马票啊！你们拿我没拿，怎么好意思呢？还有啊，我陪他睡觉的。说的也是啊。我爱听电话啊。哦，喂，20000怎么样啊？你太过分了，10000。嗯，我是跟黄说这种情形，不怕10000，只怕万一啊。好了好了，这么爽快，他们要你做什么啊？哦，他们要我负责收赎金，通常第一个被警察抓的就是收赎金的人嘛。阿黄，怎么样？10000已经拿到了。你现在人在哪里？快点啊！那你看，回头就从这儿走。喂，刚才说我弟弟欠高利贷，我现在才知道哥哥也欠高利贷，我需要30000。30000？你们不要越来越过分，什么30000啊？你看，他们刚才去绑票，乱停车，中了一张30000，也要我付钱，这种朋友都有。不过这是小钱，我答应他们了啊。好，你们听着，30000我付，不要再多说了。哼，30000都肯给我？如果是30000的话，玩法就不一样。我们拿20000，你还是10000。
3万块是我拿给自己的，你们不要太过分了。嗯，好了好了，我拿1万了。打电话给理查德。嗯。喂，啊，我们又收到2万的赎金了。那个肉票的姘头啊，真是个猪头，他开价多少就给多少，省我们很多事。哎，我告诉你啊，如果那个姘头真的是猪头，倒不如我们一次狠狠的跟他拿，能挖多少就挖多少，我们就不用抓这么多人了，对吗？嗯。哎，看来你的姘头今天心情不错，要多少有多少，干脆一次性跟他拿10万。嗯，嘿嘿，我们5万，你5万，怎么样？嗯。啊，你疯了，10万啊。哦，我是说现在情况10万火急，你快去收拾行李，快呀。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中了私人马票40万。谁说我中了40万啊？所以你现在是勒索我还是绑票我，是吗？我现在才是给人家绑票，你救不救我？被绑票？绑票？谁打来的？啊，黄啊。黄的扬名叫苏森，谁是苏森？ 谁？我。是不是那个波霸？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好色，整天跑去戏台了。你听我说，你这个臭男人，臭男人，我给你拼了！好的，好的，我知道，搞上苏森是我的错，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阿黄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会做什么，我真的很害怕，他们会来害我们。我看你还是带着孩子先跑，我把钱拿去还给他们，求他们放过我们，好吗？承认我吃了40万，吃钱是我不对，你们不要再对付我好不好？我把钱还给你们，还给你们。没想到你们也知道我有这个姘头，连我的姘头都被你们绑票。这个是你的姘头啊？原来你们不知道是我的姘头啊？我现在才知道。哎呀，我跟阿顺把你当朋友，你把我们当傻瓜啊？明知道这笔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也吞得下？你禽兽！钱是我吃的，你们要怎么对付我，我没话讲。你们不要害我全家人好不好？啊，阿黄，我没想到40万块拿去买马票，输到剩下2万块，我还给你们，我还给你们！还你他妈的！啊，他妈的40万赌剩2万，去！理查德，我要把你打成壁虎，看你笨笨的，想不到会吃我的血，让他死，吃我的血，禽兽，你站，打死你，打死，吃血。你很喜欢吃钱对吧？阿顺，不要！来，出来，给我坐下，来吃钱，老子喂你吃，不要，来，吃啊，爽！不行，我看这些钱呐，我们不能吃。对，不能吃啊！你看啊。我的马票是跟咖啡嫂买的，虽然他说他不认识马票王，但是他认识阿顺呐。万一他跟阿顺说，我们就被揭穿了。对呀，黄又在收马票，他只要随便一查就知道我们有没有中。对呀，而且黄也是因为我才罚的那么重啊，吃他的钱好像没有良心哦。对呀，
做朋友怎么可以这样啊？所以说，不是你的钱就不是你的钱，你要是硬吞下去，太没有良心了。对，明天赶快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高兴一下。好了好了，一个人12万多。早知道我拿1000块给你买马票，早种植榴莲树长大了。好啊，40万，到手有38万，一个人12万6000700呀。黄啊，马票我没有买。不要开玩笑了，我真的没有买，因为我没有钱，我想不到真的开头奖啊。谁想到会开头奖？你不要骗我，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我跟你讲，你不要骗我，不要编故事，听到没有？把钱还给我吧，那些钱都是我的血汗，我要请你多多做做慈善，我已经不介意叫你爹娘。哎，黄啊，做什么？理查的做贼，不敢来接我啊？走了走了，我的车在那边，走。哎，是蓝色的还是白色的？白色那辆。早出来几个月开这么牛的车，哎，你到底做什么？为什么突然间你？走了走。这么久了，你头发怎么还这么短？没有了，我要提醒自己不要再进去坐牢了。顺，我不相信理查德没有买那堆字。哎，带我来这儿干嘛？不带我回家？哎，喂，带我来这儿干嘛？啊？来了。黄啊。哥。理查德，干嘛躲我啊？没有，我在这里等你。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来来来，坐吧，坐下来讲啊。干嘛一人坐一边啊？黑社会谈判呢啊？黄啊，我老实跟你讲，7272我中了40万。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一定中了。钱呢？这笔钱我们吞了。什么？你们做了什么？回明。黄啊，那笔钱我们吞掉了。我的马票钱你们怎么可以吞呢？啊，黄啊，你听我说，我们也是为你好，如果我们没有吞你的钱，你的钱到最后也是赌球赌马票输得干干净净。你们现在是黑吃黑啊，还无间道啊，你当我是梁朝伟啊？对啊，我现在是刘德华，他是曾志伟。对啊，我是曾志伟啊。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就是你跟我们翻脸，大家没有朋友做；第二呢，就是跟我们一起做肉骨茶，你的12万我们已经投资这间店里了，可以吗，梁朝伟？对啊，哥，我想如果我们配合现在的经营手法，市场一定会很大的。再说，你两个朋友以前也是在影视集团工作，对发展和经营都很有经验的。不过，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懂得主的人，我们的生意也是做不成的。黄啊，你还在想什么？12万呐！哎，啊，人生的路途着一步一步行，有钱人讲话嘛，不免大声。啊，咱地空空，朋友都走无影。以前呢，我可以说是给马票害得很惨，可是每一样东西，只要你不要太过沉迷，都有好的一面啊。因为马票，我领悟了很多道理。听起来有一点吹牛啊，但是至少我这间新菜馆菜色的灵感就是来自于马票。传统的马票呢，你只要专心卖一种就可以了。我新设计的肉骨茶就好像卖马票一样，我把肉骨茶整整24打，从本来的一道菜演变成24道菜。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那你们看，这道菜就叫做顺顺包中，红字杆杆堵，买少少中多多，中马票当头家，算钱计喘喘，稍稍中马票，两大两小，头奖够力够力，乱乱买乱乱中，不怕下重注，等等24道菜。啊，派头不小啊。哦，不错不错，蛮聪明啊。别看老子骨瘦如柴，其实是很厉害的。可是哥，现在的人都那么忙碌，吃的都是快餐，你有什么好建议？哦，对对对，你放心好了，这道快餐我早就想好了。这套快餐我们就叫做 Quick Pig， 快快煮猪肉的意思。啊，而且很漂亮的，上面还有四个号码，让我们的顾客可以24打，希望他们吃了以后呢可以突然发财。嘿，不过呢不要贪，因为贪就是贫。哇，我要冲冲冲，我要赢赢赢，风大雨大我嘛用心行，我要冲冲冲，我要赢赢赢，朋友兄弟拼一个好人看，我要冲冲冲，我要赢赢赢，风大雨大我嘛向前行，我要冲冲冲，我要赢赢赢，朋友兄弟拼一个好人看，拼一个好人看。好的好的，很快就有位子了。哎呀，我们有三位。慧敏三位，哎，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来，等一下，这边坐。请两位，哎，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哎，好嘞，好了好了，来来来，这边坐，来来，好，来，不要急啊。24打集团在本地饮食界可以说是刚刚崛起的明星，他们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让业务迅速发展。他们的经营理念和成功发达的道路已经被证实是最实际的方法。在玉廊坊这间已经是第八间了，今天在24打第八间分店的开幕礼上，我们请三位董事跟我们说几句话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三个人啊，在替人家打工的时候啊，每天都在问要怎么样才能够发达，到底谁是我们的贵人，谁是我们的财神爷呢？所以我们就拼命的买马票，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唯一相信呢发财的渠道就是买马票。到后来啊，我们才发现原来找了很久的财神爷呢就在我们身边。喏，原来他们就是我的财神爷，我也就是他们的财神爷。其实啊，大家都是大家的贵人，大家的财神爷。开幕仪式现在开始。来最朋友，因为烟温是不能够强求，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 还有什么事情说不通？因为烟才会打到你，因为烟魂我们才在一起。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 你的一句话饮白走到底。不管过去遇到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将金该向阳干干干干一杯。因为烟来做朋友，因为烟魂是不能够强求，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 还有什么事情说不通？因为烟才会打到你，因为烟魂我们才在一起。你是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 你的一句话饮白走到底。不管过去遇到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将金该向阳干干干干一杯。不管过去遇到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将金该向阳干干干干一杯。不管过去遇到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
咱中金该向荣，干干干干一杯。不管过去拄着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中金该向荣，干干干干一杯。不管过去拄着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不管过去拄着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将金该向荣，干干干干一杯。不管过去拄着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将金该向荣，干干干干一杯。不管过去拄着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将金该向荣，干干干干一杯。不管过去拄着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将金该向荣，干干干干一杯。不管过去拄着什么艰苦，不管过去咱人走过什么路，不管什么情形还是什么时候，咱将金该向荣，干干干干干干干。